乡踏查，就是要把台湾的美，我们对土地的爱扩散出去，是透过孩子们的眼睛，用他们最纯粹最善良的视角告诉我们，故事就在身边。希望孩子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的故乡做一点改变。到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认同，探索当中去发现很多新事物、旧事物，那也可以学习，也会去懂得珍惜，将科技的精神跟土地的情感把它连接在一起。通过神老留下踏上这样纪录片的比赛，再一次回到自己心灵的原乡。一年一年这样看下来，到现在真的可以看到他的成绩，非常的非常棒，非常值得肯定。